这 Switch 专卖店，哇，还那么多人呢，那怎么那么多人？哇，他外面还有 V 那个，他外面贴的是什么 ？Nintendo Switch Sport， 我以为是 V Sports。我说什么那么久的东西还在？哇，小娃娃机，哇，也太多人了吧？是发生什么事？